耶、yeah, ！我是大力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发财！到旁边的是宜文，嗨！哎，今天又不是八军了，因为八军在忙啊，他过年很多什么尾牙、春酒啊。你的意思是我很闲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知道。哎，我约他也约了好几次，好不容易找一天给我。哦，对。我身边的正妹我都要找一轮，那只是刚好第一个找到八军而已。对，然后宜文的第二顺位，不是第一，好像不是哎、欸，我好像是第一个找你啊，是吗？对，只是到现在才拍而已。哦，好，因为我应该是第一个跟你讲说我频道想拍东西，然后要找一些漂亮的女生跟我合作，然后结果第二个才找你。对，那个时候可能八军比较空，哦 okay、我先跟你讲完，跟八军讲，就八军就有空，就变成他、哦 okay、就变成他先了。好，不管了、啊，反正我们都是好同事啊。大家看我们今天穿这么红，那现在是春节期间，明天就是小年夜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来办年货，过年嘛，我们都要买一些喜糖啊、麻烙、米烙、年糕。哦，年糕应该不要在这边买。啊，不然要去哪里？这边买糖果饼干就好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年糕到处都有在卖。好，冬瓜糖。冬瓜糖。我最喜欢吃冬瓜糖。那是不是你的年代的糖果？现在小朋友也要吃冬瓜糖。现在小朋友应该不知道什么叫冬瓜糖。不然我就是要买冬瓜糖。我说我们等一下要来办年货，然后顺便要把附近好吃的东西吃一遍。对啊，然后大家看我后面。我后面这个建筑，这个就是永乐市场。永乐市场是台湾最大的布市，就是布批的集散地。比如说我们要做衣服、做西装啊，或者是做表演的衣服，我们就会跑来这边找布。所以这边我算还蛮常来，对，因为它很熟了。OK。但有几家好吃的店，我是还蛮常去吃的。等一下可以带大家去吃。然后呢，今天的重点，噔噔。哇！哎、欸，这是给我的红包吗？其他人都没有红包哦。现在刚好遇到过年，所以就各有红包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，拿到红包要说一句吉祥话。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！我现在打开看里面多少钱，如果太少的话，我等下就乱拍。哎，不会少啦。Okay, 老是大钞好不好？有就很开心了。好，但是。今天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附近有个地方叫霞海城隍庙，我们边走边讲。霞海城隍庙呢，里面有供奉，而除了供奉城隍爷以外，他还供奉了月老。月老，你有来拜过吗？有，我有拜过一次。有拜过一次哦。而且我觉得很灵哦。那你的人生里面是很需要月老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有一阵子需要。那后来有灵验吗？你有找到如意郎君吗？就是你许愿的时候啊，你那个规则条件都要讲得非常清楚。然后我许完了，大概过一个礼拜的时候，真的有90%的人男人的出现。你身边的男生就突然都变成那个条件？没有啦，就突然出现了一个90%条件的男生。哦，然后就有这样 dating 对不对？没有，只有聊天而已。然后就没有下文了，那哪算呢、啊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拜月老除了要月老帮忙以外，自己也要加入。就是月老给你机会，那懂不懂得把握就看你自己。好了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再去找一次月老。好好好。那你可以把今年的遭遇、去年的遭遇跟他讲，然后请他处理一下。来选一些你想要的饼干糖果好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有在做生意的人啊，我们的柜台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摆一盘，然后里面有巧克力啊，有饼干糖果啊，那这个是我今年要摆的。一定没有人要拿这个，我要强迫推销给小朋友吃。最喜欢可乐糖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焦糖，就拿一些啊。哎，我很喜欢这种软糖，然后就喜欢古早味，这种要吗？我很喜欢酒糖。你都只喜欢一些 old school 的东西，你刚挑的全都是 old school。酒糖我要，酒糖我要啊！这样子够吗？320是不是？是。好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！我找到麻烙米烙了，我超喜欢吃这一种的。以前呢、啊、都做的比较长。
现在这个就比较短，就比较好入口，不用一次吃一整条。我要花生烙，这是花生吗？对啊，是花生，你不要把粉拿进去了。芝麻烙，芝麻烙，喜欢这个。你有吃过抹茶的吗？哎、欸，这是新的口味，以前没有。它是海苔耶。这海苔啊，抹茶在外面。我给你三百啊。好，三百。花生的加一些好了。来，进来里面，赶快。对啊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到霞海城隍庙了。城隍爷应该吃糖果吧？吃。因为我买的都是软糖什么的。都是你喜欢吃的。不是，我在想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我们过年要办年货，对，然后办年货之前就先拿来拜拜。其实我刚刚想到，我们买的都是糖果类，不晓得神明爱不爱吃。他可能会蛀牙、哦。应该 OK 啦，这边有城隍爷，然后还有月老，然后还有一些神明，让年轻男女比较会来求的，就是拜月老，给你准备好愿望。我等下可能还要再多写几条。好了好，那我们去点香。好，红线要买吗？拜月老要红线嘛，对不对？姻缘线就是要结婚的，那个一生只能买一条，一生只能买一条。哦，你还没有要结婚吧？还没有要结婚呢、欸。那不用不用，求男朋友就好了。哦，求男友，好好好好好。即使放外面工作以后，点香，Face to outside， 拜天公，天公拜了不插香，三柱南京拜城隍爷，他是。正中央主神的城隍爷求，毕竟是 health 吹秀，事业健康财富。嗯，好，这个拜了再拜走前问的月老，求人缘，姻缘就是要嫁的，哦、人缘就是男朋友。嗯，你就慢慢讲，月老 my name my age my dream， 我是谁几岁是男，积极的帮我找一个男朋友，让我人生圆满。好，我后面就讲条件了，我白马王子要190公斤，体贴入人端，我讲到天亮。OK， 城隍爷月老拜好就过来，这两个在正殿。交通平安防小人，请求义勇公保佑我每一次出门在外平安回到家，小人远离我。菩萨一定要拜最接近我的 table， 任何事情包括爱情事业什么都可以。最后求一下父母健康，菩萨会先插香就对了。好，你记得起来哈、哦。可以可以、哦、不然我左边哦，上面也有讲解，有 SOP。好好好、哦、SOP 大姐超专业，而且大姐英文超好。没有那个一点叫做那种，你那骗人的，骗人的骗人的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桌上 好，开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去点香。好，一人三炷香。拜的蛮久的，我肚子好饿。我跟你讲，这边这两家都蛮有名的，一个是土托鱼羹，一个是蛋仔面。土托鱼羹我最常吃，我喜欢吃鱼啦。我刚刚有点想说蛋仔面，但是现在土托鱼羹好像比较多人。就这边小的鱼丸跟小的三层，谢谢。卤肉饭、蛋仔面，还有什么吗？饭没有，那个鱼蛋跟三层肉。对。我们点的第一餐来啦，点什么？蛋仔面。蛋仔面，是小碗的卤肉饭，因为等一下应该还要吃很多。鱼蛋。鱼蛋沙拉。然后干莲吗？三层肉。哦，我们就先吃吧。好饿，我超饿的。然后这一家店就在永乐市场旁边。最后给我煮两碗面，现在煮两碗面，然后换一个便当菜，加一个便当菜。老板精神很好，好了，我觉得在这边大声讲话会吵到大家，我们就先吃吧。好，嗯，好吃哎、欸，好吃。所以人家有名啊，而且这家店应该开很久了。台南土托鱼羹，这家就是我很常吃的。好吃？好吃啊，但每次来都要等、啊，就是因为它桌子蛮小的。超多人、啊。对对对，那我记这边的炸鱼丸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我比较常来的是这一家。好期待。两个面都那样。
现炸的，里面有四块土托鱼，对，试试看。好吃。我喜欢土托，因为土托鱼没有，它处理都处理的没有刺的，然后我喜欢吃炸的。主要是它的根味道调得很好，然后它炸的面粉不会很多，就是薄薄的，像外面这一层，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，嗯，然后鱼卵又出现了，鱼卵又出现了，好吃吗？我比较喜欢这一家的鱼卵，喜欢吗？两家的，它的美乃滋好像比较甜呢。对，我喜欢这家的，不知道是自己调的还是买的，反正它的美乃滋比较好吃就对了。嗯，然后它的鱼卵也比较大。对，嗯，刚刚那个是圆圆的小块，这个是长的。普托鱼跟初体验。跟我想象味道有点不一样哎。有一种很鲜甜的。土托鱼干不要放太久，不要放太久。对，就是刚端上来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把它吃掉，不然它的鱼会太软。它的那个炸的地方就会被泡烂。嗯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家，要来吃吃看，记得。台南土托鱼干。嗯。好，我们到甜点了，盐记杏仁露。杏仁露，对啊，这一家我之前也吃过，但这一家，好像比较多的是，就是买完之后就站在店门口吃。杏仁露是跟杏仁茶有什么关系？应该是你要去买洋菜，嗯，然后那个洋菜是加在水里面，它就可以，那个水就可以变冻。应该是这么做的，我再猜，等一下问一下老板。你要吃，你要一人一碗吗？好。老板，这个是杏仁茶做的，是不是？不是茶，都是类似的。嗯。茶就是喝啊，我们结成冻就变成果冻。哦。那个冻是加什么？加洋菜。哦，加洋菜它就结成。它会结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们开多久了？在我们地方上已经百年了。百年了，哦，对，一百年以上了。哇，超过了，超厉害，厉害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杏仁露的老板他们就是晚上的时候椅子已经收掉了，不然本来是可以内用的。我没关系，反正这边很多椅子可以坐。好香哦，香，杏仁跟糖水的味道。你喜欢喝杏仁茶？喜欢。杏仁茶有一些人不敢喝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。对。但是我是喜欢，很喜欢。我也是喜欢喝杏仁茶。对啊，果然被我猜对了，它就是洋菜下去做的冻。然后老板说他们在这边已经开了100多年。哎，100多年。那清朝结束的时候开的。清朝结束没有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它是100多，一百出头，还是120，还是110？我要吃哦。真的有点在吃菜叶的感觉，然后杏仁味很浓。它的杏仁冻在上面是什么？这个菜叶的感觉，那杏仁的味道很浓的，对，嗯，而且很好，很甜，它糖水加蛮多的，但它杏仁味道很香，很好吃。对，我刚才本来以为是那种淡淡的杏仁，我又不是哎，它杏仁味超浓，而且很香哎，对，吃起来没有化学味。很好吃哦，哎，这个是好吃，难怪它可以开100多年。原来是买10碗，没那么夸张，等一下吃不下。甜点也吃了，但我们等一下，我想去那个大道城码头，那边晚上很热闹。就感觉是情侣约会圣地。对对对对，虽然我们不是情侣。
那我们就去演一下好不好？好好陪我演一下，我们去看看那边有什么好吃的。从这边走过去大概也才10分钟就走路10分钟就到了。我们等下去码头那边看看。耶、yeah, 我们来到大道城码头了。然后这边晚上啊很多货柜市集，这边叫做大道城码头货柜市集，烤肉啊，然后有啤酒啊、披萨、鸡排，很多美食的餐厅。永乐市场附近的商家，他们其实晚上没有开那么晚，所以如果在这附近晚上要吃东西的话，可以来码头这一边。而且这里很漂亮，风景很好，对，很适合情侣来约会。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可以买个吃的，然后不一定要坐在这边，我们可以拿到河岸去。拿河岸吃，对，比较有情调。老实说，我晚上比较漂亮，他等下要去没有灯的地方看，所以我才会更漂亮。现在太亮、欸，太亮就不好看。晚上比较漂亮也是一种称赞，好不好？你要知道，有的人是白天晚上都不漂亮。哦、okay, okay. 那我没有说你白天不漂亮。你说我晚上比较好看。你今天的妆比较适合晚上。哦、太浓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所以还说对，所以我们刚才在大道城那边就没有拍太多，那个都不要上了，剪掉，现在才开始漂亮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就晚上比较有精神。哦，对，对，看起来比较嗨，晚上比较会笑。你看，现在在镜头里面就比较漂亮，是不是？这网友评评理好不好？觉得晚上漂亮的在下面留言。都漂亮，都漂亮。披萨，披萨，要吃什么口味？我吃披萨喜欢吃有水果的。那意大利人的披萨里面都没有不会有凤梨，凤梨加在披萨里面他们会翻白。对，对啊，但我们不是意大利人，那错。晚点了、啊。好，夏威夷披萨。你要 double cheese 吗 ？Double cheese。Double cheese。好。好。好你要稍微有需要吗？那270。270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再叫一点别的。你吃什么别的？烤肉串怎么样？烧烤。是啊。烧鸟布。看一下他们菜单，他这边有帮你配好的套餐，你可以选3串、6串或10串。我跟你讲，一定常常有人在这边想很久。就是我已经待这很久了。老板会出的可能是有太多选择困难的客人。选择障碍。6串独享套餐。我要鸡皮，牛肉串，还有一个全部你点，香肠，然后我要香菇。那我们点个喝的好了。好。欸、其实这边很方便的，什么东西都买得到。什么东西都有。对啊，那你帮我点一个荔枝气泡饮。荔枝气泡饮、嗯。比较娘的。怎么会想要喝荔枝？好酷、哦。这个是气泡。这个是我们直接拿出来就是气泡水或者是海泡，然后线条是吧？线条气泡，嗯，现摘的荔枝。哎、欸，我们的披萨好了。披萨，它这个现烤的应该是很脆，披萨要现烤很好吃，先吃好了。好啊。这个是薄的脆，嗯 ，double cheese 嘛。对。来吃吃看。好。蛮好吃的，很番茄。我觉得它气势很好吃哎。是因为 double cheese 所以那么好吃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爱 cheese。这家还不错，蛮有它的特色的。而且它后面那个皮不会很厚，不然我不喜欢吃后面那个皮。后面那个皮我常常会把它留在纸盒里面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烧烤好了哦，松板猪、豆干。哎、欸，我喜欢烤豆干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肉串对不对？对。试试看。吃不出来，但是很好吃。牛肉点香肠是不是很不识相？香肠烤得好的话很好吃。还有最爱的香菇。香菇。哦。这么好吃。就在河边约会过的经验没有。交过的男朋友多吗？蛮多的、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有刘海人要来的话，那个定型要喷很多，不然这个风很不友善，把我的头发都吹乱了。戴假发？哪有，我喷很硬啊，我这个钢铁刘海。额头很高，上面是秃头吗？不是啦，才是人戴帽子才是秃头嘞。有、欸、这气泡也很好喝耶、欸、我是苹果。对啊，我刚看老板在那边调，我以为是那种一罐一罐已经做好、oh, 就不是他现场调的。确实。
很好吃，很好喝。那我给你换。我的很好喝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还好。你现在是不是有在还有在夜店表演，就除了我们公司的案子之外，是斜杠好青年，斜杠很多工作啊，是职业舞者啊，帮艺人或教学生，还有我们公司的课，对，教教舞蹈课，然后还有夜店的舞者，还有你看斜杠舞，还有女团老师啊。我对你在夜店跳舞比较有兴趣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你在都不来，你要来啊。啊，对啊，我很少去夜店啊，看你穿的辣吗？当然了，在夜店穿超辣的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去拍了。好啊。暴露狂，我那时候可能是你觉得最漂亮的时候，就很暗，有没有？很暗又穿很露这样子。把灯关掉最漂亮。傻眼。讲一下你选男朋友的标准，当然去跟月老去什么月？我等一下，我先问，跟上一次一样吗？跟去年取的一样？有点不一样。你的标准有变？标准又更苛刻了。身高啊，可能希望有180左右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结束。下一期记得收看，我会帮大家找更漂亮的，想标准不要那么高的。180，我当场就再见了。老师，你多高？175。好，那不行。好，第二条件呢？第二条件180。第二条件收入要大概跟我差不多，或者是比我高这样。那你要公布你的收入啊？不行。你有月老知道吗？对，我有跟月老说。年收有没有破百？欸，他斜杠好几个工作。对啊，我如果斜杠那么多工作，还没有破百的话，会不会太辛苦了一点？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标准又提高，年收最少破百哦。如果你没有斜杠的话，每个月的月薪7-8万，嗯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一般公司的主管级。主管级。第三个条件，希望是不要远距离，就是可以在大台北地区这样子。对。哦，终于有比较容易达到的条件。对，因为我不喜欢远距离，我觉得远距离太辛苦。双北，双北，中南部不行吗？不是啊，他们家原本住中南部，上来台北工作，这样子可以。这样子，对，反正要常常可以见面。对，要常常可以见面。嗯，好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还喜欢可以，很喜欢开车，喜欢有车，很喜欢开车这样。开 Uber 的赚不赚喜欢？开 Uber 也可以啊，如果你赚的钱跟我差不多的话，我 OK。大台北地区开 Uber， 但是你一个月要开到7-8万以上，然后180以上，开大卡车的也可以啦，不过要在北部。大卡车我跟你讲，一个月7-8万没有问题。会不会太不方便了？你说外面停一台大卡车这样？啊，停着在路上 OK 啊。OK。停另外一面呢？那可以。还有，我喜欢有想法，然后执行力强一点的这样。这还 OK 吧？像我这样子的，这样你执行力强吗？很强。哦，那很好啊。不要叫我早起就好。啊。我执行力是越晚越强。真的？对，晚上的执行力是最强的。说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下一题。好，然后专情，不要花心，不能花心。专情不要花心，好，我会帮你把这些标准列在我们下面红马灯。然后长得可以帅一点，对对，如果很帅的话是最好。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去追到你。很难耶，我很看感觉。不是啦，我是说 IG 怎么追啊？怎么追？ IG CATPIG 0626底线揪打，大家去 IG 追一下英文。好，我们今天吃的差不多啦。欸，我觉得这地方真的蛮好玩的，而且很有情调，风景很漂亮，对，然后吃的东西又多，很好吃，东西好吃。而且其实大家就每个店家他们的装潢就是看起来都还蛮有气氛，对，很有气氛，很漂亮，看起来都有用心做过啦，很适合小情侣来。好啦，大家有空过年的时候来这边逛逛，对，反正漫漫长假嘛，对不对？不过这边假日人是蛮多的，对，很多，对，但是这边哦，这边还可以坐船，对，
对对，然后你可以吹吹风啊，看看这边的港边的风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，大家记得帮我分享、追踪、按赞，最重要是要帮我影片按赞啊，这样子大家才会看到。还有追踪我的 IG。对对对，伊文的 IG 要去追一下。下一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